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自由的呐喊》。我来再做一下升级。火枪还差73个人，还要一段时间。如果能再找到一艘奴隶船的话，就有了。Captain Strick， 再来我们去。这个地方好了。Give me some speed！你们知道那片尾的船开往太阳在哪里拍的吗？它就是在刚刚那个农场那边，再往地图的边缘开就可以，刚好往太阳升起的方向。又是一个宝箱。Captain's helm。船开到离我这么近，就是要给我炸的，就对了。Fire！ 虽然我觉得阿德的个性来说的话，这样是去炸人家船似乎不太符合。跟他跟肯威不一样，没有那么爱抢人家钱。航家号虽然还没有海牙号那么厉害，其实也蛮厉害的，一下就把人家船炸爆。找不太到人啊。看看新的开山刀比较厉害，哎，我摔倒了，画面突然换，我吓一跳。丢烟雾弹好了。
来，我在想，我们在等位的时候有捕过杀人鲸吗？好像没有，对不对？ More sail。杀人鲸是新的，对不对？好吧，没有印象，捕过太多种了，就捕一下吧。看到他的攻击，或许就会想起来。Haul in the stunsails。Watch it, love, charge him. 慢慢的游过来。He's pulling, Captain. 没有影响。我最好影响很快的冲过来，还会有浪的那一种。White whale, red. 那我应该真的没有捕过。Stop. 我以前一直觉得杀人鲸那个。两个白色的圆点，三个眼睛。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个其实是它了。Look out! Oh, you did it, Captain!小心农场，所以太子港两个农场都有人了，太快了吧！再来就是这里吧。Loose all, let's move. Loose them, man your sheets.为什么我觉得长得有点像要塞？这里有一艘小船，顺便把它打掉好了。Fire！Attention, sailors! On your close up, ease the sticks！哇，打得太前面了 ，cost 也没有扣很多。哦，他要撞我！Fire！哎，阻止不了他。Reloading! Loading, Captain! 只好装回去了。Fire! Close up! Let's get moving! Douse all the things! 撞脚好弱。要是海洋好的话，一击就毁了。Every last scrap of duck on the wind! 撞不动了，好吧，飞到旁边。Fire! Take the sun!Ready to bomb, Captain!好，刚刚捕过鱼，算是空手。没关系，空手的可以打到你。顺便看一下阿德空手的技能。空手按到防御反击真的比较困难一点。
给人一种阿德很强的感觉。那是要塞了，可是为什么标记是沿着海滩 ？Ease off the wind, now's the mizzen. Top gallants, royal studs. 啊，这个要塞已经毁了。Douse the gallants and royals. 所以长了鱼之树就变成沿着海滩了吧？应该是这样。马蒂亚斯堡。这是什么？黄金开山刀？我才刚换开山刀没多久，就拿到一把看起来就很厉害的东西，这么好。不知道为什么很想把它改成叫马迪奇斯堡，可能我饿了吧。这要塞不能进去了，不然可以进去看看，应该也不错。废墟要塞，再来做一些升级吧。看起来资源没有说很够，我先升装甲好了，硬一点总是好的。还够升迫击炮哎，那就也升一下吧。一样是精英等级的船身。Captain as the helm。新航家号就没有像海鸭号那样子到处都是装甲。再来去这里好了，蒙特。Get the man free。再去解放更多的奴隶。好痛，迫击炮好痛。Fire! Crew up! Crew up! Awaiting order! Fire! Fire! 这次没有再被撞了。剩下用枪打好了。居然只死一个吗？太少了吧。啊，但是死了两个。
船、欸，不解放一下不行。大家都已经升两级了，枪海都没有升到。那一艘应该不是，从颜色看起来，第一艘应该是奴隶船，所以我应该打后面。之后再换就好，先前往农场吧。顺便把刚刚掉在地上的东西捡一捡。
to the... Ease off the wind! Drop anchor! Ah, 白天虽然是刺杀监工，奇怪，他为什么一直把我的视角往……我恢复了。都信不到人哦，这样很困扰呢。啊，有了有了。只好让他用砍的。摔上没有用的话，哎，不走过来。你就睡觉吧。很好，没有人注意到我。来，苏区。啊，差一点。这里那个监工在找逃脱奴役的监工好多、哦。觉得我应该要先到上面那个睡觉，是没有看到人影啊，有啊，刚好他背光，我什么都看不到。啊，能够把它引过来吗？哎，可以耶。大家紧张，继续工作。等一下解放你们。哦，被发现了。好像没有引发什么可怕的事件。哇，有人要去敲警钟，想得美，破坏，真是惊险。没有两个，不知道其他人这样看不看得到我。吹哨似乎是没有效果的。Ne bouge pas bien ici, fils de chien！意外的引到他了。这样好办事。
应该先杀右边那一个，对不对？再来就是你。先把警钟拆了。两个，然后远处又一个。这个要冲过去一次杀两个，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咯，完全没有杀到任何一个。欸，他们开始叫支援了，糟糕。在你们杀奴隶之前，呼，要一次惊险脱困。还好那些马戎人帮我。来爬一下吧。最后一个监工了，tu es venu nous aider? Ouais, j'ai entendu ça. 怎么都没啦？好，看到了，这个农场警钟也有够多的。You need to take shelter until the day is done. 大家快走，快走！啊，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六见，拜拜。擦，最后一个特殊奖励了。特殊奖励不知道是什么，玛雅套装之类的吗？好了，拜拜。Yeah, I live my life so.